Hello，大家好，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我做的是木棒，就是吃这一款。妈咪的那个鸭面，就是 duck flavor，鸭肉口味的鸭肉面。开动哦！像这种快熟面呢，我就不推荐你们，就是添加其他的东西来中和掉它的味道，就比如说 cheese。
终于吃完了。今天我只煮了四包快熟面，是因为我要留一包给大家做一下 sample。这是我吃的，鸭肉口味的快熟面，妈咪快熟面。如果有一些东西如果说的不对呀、或者说做的不对呀、那你们也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知道。然后，喜欢我影片的人可以的话就点个赞。然后subscribe，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我每一次的更新，会更努力的把更多不一样的我呈现给大家，谢谢。